上老师说写信，写给未来的自己，握着笔想了千言万语，最后只剩心虚，写不出骄傲的字句，写不出满怀的期许，写满了很多疑惑和问题，写满年少的身影。坐下吧，一起写封信，写给未来的自己，望穿了多少春来冬去，跋涉光年的距离。我写了很多的问题，像一首自己的主题曲，未来你会做着什么事情，听着怎样的歌曲。小心翼翼学会长大，和我学了了吗，奋不顾身了吗，做了喜欢的事吗，能不能找到他。陌生世界虽然很大，一个人也会好吧，习惯寂寞了吗，忽然声音不再害怕，大喊就有回答。我问未来的自己，我想问自己有很多的问题，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离开了。因为种种原因，我必须离开湘南，离开十五中，离开你们。请不要难过，请坦然接受我的离开吧。说实在的，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你们的老师，可人生就是这样阴差阳错，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大半年难忘的时光。请原谅，请原谅我用这样的方式告别，实属迫不得已。我有想过当面跟你们告别，但无论怎样的方式都会让我们更加感伤。请原谅我的自私，原谅我的不辞而别。抱歉，实在抱歉。我想说，虽然这次我只能选择不辞而别，但是我希望也相信你们都会变得更好，我们一定会再见的。知道了我的目的地。